前台灯跑。自由人小剧场。哇，这就是操盘室啊！耶，终于来到自由人的操盘室了，发大财啦！我们要发大财啦！欢迎大家来参加自由人的操盘团队。来，自由人这边就是包吃包住，保证金也是试不出，不用担心。哎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们明天开始做单啊！好，大家要加油，不要怕赔钱。大欧，我们最近的绩效怎么样？报告老板，我们这个礼拜的绩效非常不错，光敬业一个人，这个礼拜就赔了50000，我们跟他反着做，净利就高达100000。我建议把这个部位加倍。哎，敬业，你最近做的怎么样啊？哎，姚勋哥，我已经连赔一个礼拜了，你给的钱已经快赔光了，拍谁啦？我是不是该去澳洲打工存点钱再回来比较好？啊，不要担心，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好好做单，全心全意的做单。姚勋哥，我觉得我好像地狱倒霉鬼，买就跌，空就涨。哎呀，敬业你真的表现很好，不要担心，赔钱是正常。来来来，姚勋哥，请你喝啤酒。喝一瓶，忘却所有的烦恼，拿去吧。你现在是在练习赔钱，你要先赔过300000，才知道怎么赚500000。继续赔钱，继续加油，姚勋哥会全力的支持你，加油！不好了，老板，我们目前有一个仓位正在快速的亏损，是原赔，原赔今天就赚了500000，我们的亏损已经高达100万了。原本你今天赚50万怎么没有跟我说？我不是说任何状况都要跟我报告吗？我想说赚到100万才可以跟你报告啊。哎，你现在这么会赚，姚勋哥已经没办法再帮助你了。哎，走吧，姚勋哥带你去更大的市场。元培，你长大了，姚勋哥这里不能再留你，去台北，航向伟大的航道，成为真正的海贼王。这包包拿去吧，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主人，我这样剥削年轻人，真的是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？你有逼他们吗？可是这样会让我的良心过意不去。良心？别忘了你的右眼还在我手上。我的右眼啊！主人，我知道不是要他们的保证金，我要的是他们的灵魂。